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，我有立下一个心愿，要帮我喜欢的歌手写歌。年轻的时候会觉得爱玩，什么都去做，一直到现在，我觉得自己最得心应手，真的就是坐在我的钢琴上面，然后写歌。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开发，尤其是艺术的开发，我觉得应该是在很小的时候。那这也是我一直为什么在做评审。我希望可以达成的目的是，我们每一个喜欢音乐的人，他不止唱，他要了解他唱的是什么，他不只是了解他唱的是什么，而且他要知道音乐的故事。我想去做这个事情。HTC One Max 现在对我来讲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功能涂鸦。当我现在我有一个动机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有一句音符，那我就会赶快把它录下来。其实我觉得它的音质比我用过的其他手机，它的层次跟它的频宽，我觉得是超乎想象的。设计 HTC One Max 的人应该自己也很爱自拍，所以他有设计一个让自拍的人呢有时间摆好动作，所以他有那个秒数，你自己可以控制。以前你可能出门就要带那个充电的，可是我几乎就每一天晚上充完电，然后早上出门，一直到晚上都还有电。对啊，怎么会这么久啊？HTC 帮助我记录每一个音乐的动机。